朋友的营养午餐，或是午睡可以免费入学，我相信这些跟我们父母朋友会非常密切相关，所以这些政策希望他们将来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指教。那么今天挑选这第一场也是，我觉得并不是刻意怎么样，而是我们就很碰巧，我觉得就是约的好，跟约的巧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开始会做一个详细的规划，会评估各个局处的工作量，还有这种业务的互动性、相关性，现在就会开始做一个过程，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。现在时程并没有记录，应该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会考虑这个评估的过程，还有当然就是一些客观的因素，比如说预算的编列等等，这个会一起考虑，挑一个最适当的时间。